是 brown sugar。这是我买的 Play 的开衫，之前的话在日本是卖1400，这个是买的大笔的粉笔，然后买的是这种小的可以方便携带。我买的色号是04，它是那种带珠光的，04会比较白，会有一点闪，但不是很明显，会让你的皮肤有那种光泽透亮的感觉。这是实木胡桃木的雕刻砧板，有正反两面，使用的越多，实木的独特质感就会越明显。